总裁笑了。冷吗，姑娘？快好了。你在看什么？不客气。你先喝碗热水吧。没想到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保持你的样子即可。你好奇吗？嗯，很好奇你的宫中生活。终于啊，终于问到我想知道的地方了。我来瞧瞧你的宫廷生活。王宫平常过惯了也没什么，但离开数月竟有些怀念。最特别的活动大概是田猎吧。哦，田猎？猎什么？田猎每个季节举办一次，一般在农闲之时，王上率百官人民在郊野进行大规模的狩猎。你是猎人那个，还是被猎那个？田猎时场面盛大至极，如同打仗，击鼓扬旗，众人呼喊，兵将跳上马与战车在田野间奔驰，四处火星飞扬。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哦，你是哪一个啊？神射手将猎物一箭穿心，所有人为他鼓掌。勇士袒露上身，赤手空拳与猛虎搏斗，所有人为他惊呼。哦，你是惊呼的那一个啊。取得的收获，下等的自用，上等的祭祀祖先，中等的则用来宴享宾客。宴会上排忧说笑斗唱，歌女随丝竹之声起舞，席间众人酒足饭饱，烈洋洋歌星，有人醉而跟着手舞足蹈。什么烈洋洋的心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那个烈小秘书，小秘书，不是洋洋，不是洋洋，小秘书。哦哟，关键来喽！说笑逗唱，歌女起舞，哇，大家在爽。那你呢？你也是在爽的其中一员吗？虽然我不喜欢这种声色场合，现在想来倒颇为趣味。哦，又是一个口嫌体正直，心口不一，不喜欢爽，可是人很爽。那一晚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不必担心，田猎规定卵、幼小或怀孕的动物不能猎捕，也不能破坏动物巢穴。虽然难免牺牲，但为锻炼将士、储备食材，田猎是必要的。在没有战争时，田猎也是最好的军事演习。哎，怎么没有回答那一晚？我好想知道那一晚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哦哦哦，又问到关键了。我不做这种危险的事。贵族子弟大都负责骑马射箭追捕猎物。还行，从小训练射箭啊。感觉后面的强盗就是靠射箭摆平的。除了射箭，我也受过剑道训练。哇塞，太厉害了吧，还有剑道。韩国铸剑非常有名，宫中子弟人手一把，习剑道以防身。你是不是学剑的时候不小心挥到不该挥的地方？
我有点替你担心。基本教育罢了。姑娘，你想过看看王宫生活吗？干脆别回去了。亲友吗？什么？我今天特别糟糕？没有吧？怎么我会这样想？我是因为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啊，他真的很容易让人家误会。大叔羊，不要再提下面了。可是我很在意，他没有讲，他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，这样会让我一直去很在意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这么正面直球的人，然后对于我这个问题一直回避，哦，这样让我很在意耶。真的下面很重要啊。不是下面有没有毛病，可是很在意，真的很在意啊。睡不着？冷吗？我一开始也不习惯，不过这也是一种磨练自己的方式。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公子也有亲疏远近之分，我身为旁系，父母已逝，没有家累，因此比较自由。晚安，要睡觉，晚安。我是旁系哟。米嘎，感谢米地星的 host。他的年纪在那个时代的确已经算晚婚了。目前没有。我曾有过一位妻子。曾身为螃蟹。怎么可能为螃蟹？哈，是已婚的男人啊。哦，就说他的感情一定有出过问题吧，一定跟他老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回忆？就说他有情伤哦。他已经过世了，因病而死。你说他有情伤啊？老婆因病而死，真的是因病吗？是什么病啊？哪方面的病？我比较担心是……不要这样讲，好像有点失礼。我想到另外一种疾病，不是纯阳病。不是下面的病。你不
见了老婆。为何想知道？你比他幸运多了。我跟他本来没见过面，只因为家族利益，并在双方家长做主下结亲。哦，完蛋了！你这样讲，真的又会让我觉得他是因为那个病而死的。你是不是老婆爱上别人，结果老婆爱的那个对方有病，然后就染病而亡啊？是不是这样？你这样，这个我的小剧场就会又开始转动。这个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这样？对。我要再说一次，我们没有要黑你，而是你真的很大叔。什么？我真的很大叔？没有吧？不是啊，因为电视都这样演啊，电视都要这样演。结亲后，他似乎并不快乐，我也忙于研究法术之学，无暇他顾。哦，你看看，因为心不在老婆身上，所以。老婆就是很难过啊，毕竟他们也不是因为相识相爱而结婚的，然后所以老婆心有所属啊，跟对方就那个了以后，对方有病，老婆染病，所以就死掉了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婚后几年，他便过世了。父亲本想为我再娶，但我不想耽误别家姑娘，一直拖着。然后就是韩总裁就是因为知道真相以后觉得说，哎，就是这悲剧，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的情商一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的，才会对感情这么的无动于衷，这么消极。我想应该是这样吧，我帮你解释完了。韩宁有没有很感谢我啊？怎么只有我在想？你们不会觉得是这样吗？我觉得是这样。哎，我已经帮韩总裁解释完了。后来父亲病逝，家中只剩我一人，便无人再催我。当然想，然而比起一家兴衰，一国兴衰对我来说更加重要。现今列国情势紧绷，韩国随时会是下一个牺牲品。我宁愿将时间花在寻求韩国复兴的方法上，而非经营家庭。哦，所以他现在把韩国当老婆，所以现在对那个小秘书来说，他最大的情敌是韩国。韩国是他最大的情敌。或许也非时间点的问题，我并不爱他，与他相处就如不熟的人一样。你看看，还不爱前妻。婚姻大都如此。因为我就说他前妻一定有外遇，前妻绝对有外遇。这是下面的问题。是吗？这是身为女性的直觉，女性的直觉。感觉小秘书如果留在这个时代跟韩总裁在一起，然后又是 Bending 的话，他应该会走上前妻的后尘吧。我从来不知道想念一个人是什么感觉。你对我的情感世界真的很有兴趣啊。什么这批好存？没有
用客什么事？是韩总裁很容易让人家误会。倒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他真的是个很容易被误会的男子。我对父亲没什么感情，因为他杀了我母亲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又再一次证实了我的言论，他真的有感情上的创伤。母亲怀我的时候，父亲有了别的宠妾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连老爸自己的老爸都是这样。我的天哪，问题出来了。老婆这样，然后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，而且还杀了母亲。他是真的有感情上的创伤，才会把情看得这么的淡薄。那妾日夜在父亲耳边诋毁母亲，尽管母亲为父亲生下唯一子嗣，但那妾不久也怀胎，父亲便疏远了母亲。那妾有孕期间，不断诬赖母亲做法咒他，分娩时他恰巧难产而死，母子都没保住。我也觉得要开导，等小秘书出手。父亲丧失理智，认为母亲罪证确凿，便赐死了母亲。可是对他来说，现在他最大，韩总裁最大的慰藉是韩国。其实并非我的回忆，那时我还是婴儿，这些故事都是乳母告诉我的。你瞎面哦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。他现在只有解决我对他对于感情的疑惑，可是下面还没有解决，这个要先保留。因此，我对母亲也没什么记忆。至于乳母，养育我只是他的工作罢了。我的天哪！所以，哎，他有两个妈妈。后面会讲出下面是不是？不过我也从中得到许多体悟，例如同窗妇人之言不可尽信，妻妾之争小可亡家，大可亡国。说得好，真的，没事没事，不要惹女人，惹女人就是这样。日后我会向王上进言，希望他引以为戒，若王上从中得到警惕，此段经历也有它的价值了。相信我，王上绝对不会听下去的。王上怎么可能听得下去啊？拜托，爽都来不及了。几乎各国王家都有这样的问题。你应该当韩王的。啊，是他对他来说是这样。你没有想过去别国做事吗？别国，姑娘，别忘了，你在跟韩国公子说话。完蛋，踩到他的地雷。姑娘，你莫非认为我做得出为别国出谋划策，反过来灭掉韩国的事？你认为我为何要推行法治？最高理想当然是让人民安居乐业，进而增强一国实力，最后统一天下，消除战争，取得永久的和平。法是解决列国对峙数百年乱象唯一的方法。而如果我为别的国家筹划，第一个要拿下的就是最孱弱的韩国。没事，生在韩国或许是我命运不济，但是
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背叛自己国家。也是啊，现在韩国是他的大老婆。姑娘，韩国错了吗？该睡了，晚安。我说有人可以联络到作者吗？让他们看看他们的作品被洋歪成什么样子。 XD 没有吧，没有吧，没有吧，没有歪，没歪，没歪啊，没歪。姑娘，准备好了吗？那就出发吧。出发前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接下来这段路，有强盗。有强盗？是，他们一般出现在深山路段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会保护你。强盗？哼，你在说我们吗？来日，你们现在有两种选择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有种你抢了我们台词的感觉？对呀，怎么这样？太可恶了，大哥。其一，暂时做我们的侍从，为我们做事，直到临淄。其二，死。哇塞！你们的选择是？哇，一个呛啊！你实在太嚣张了，不敢相信。你现在面对的是强盗，强盗呀！对呀，大哥，他似乎没有搞清楚状况。太过分了，不给你们一点教训怎么？这是我国唐西利剑，天下之名，能死在他底下，你们活这一遭也算值得。开什么玩笑，管你什么国什么剑，今天死在我手下的是接下来是你的喉咙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下，这位大人，小的甘拜下风，请视我为侍从，我会尽心尽力，我保证。小弟，你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也过来，快快快快，快向大人跪拜！大人，请原谅小的，我愿意做您的侍从。很好，你们别妄想趁隙造反逃脱，否则立斩。哇，一个霸气，霸气！当然，谢谢大人不杀之恩。起来。姑娘，没吓到吧？什么所有问题果然都是我？不是吧，我相信一定有人一定也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的。
不，我不会。什么并没有，然后我相信跟我一样想法的同好一定只是没有出声而已。他现在一定觉得说，我讲的真是对，有感，同意加一，内心默默加一。等抵达林兹，我会把他们交给城门守卫，依法处理。我只是吓吓他们，让他们乖乖听话。姑娘，我不会在你面前杀人的。哎呦，还有喷香水啊。回报他。记得有选项要听从观众选择。什么说？少啰嗦，我不会再被你们骗了。回报。爱的抱抱。大哥，这幅情景真美啊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竟敢率先投降，那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大哥，我是为了你的性命，你怎么不懂我的苦心呢？哼，谢了。大哥，来，我们也来抱一个。哇，出柜了，哇。咦，走开。继续走吧。明天就能抵达。这么兴奋啊。我也想看看林兹与郑有何不同。是，虽然大概比不上名满天下的林兹，但也有自己的美。郑是皇帝故里，工商也很发达。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真水为水的风景。大哥表示情景真美，但是我内心毫无波动。因为刚刚才被韩总裁受伤害吗？要回复心情也是需要时间的，然后这么突然来的一个拥抱，还是自己的好伙伴，是人都会被吓到的。春盛之际，我们会在真伪水畔举行浮出仪式，浴于水中，去处不详。春浴时节，众人手持尖草，齐聚河边，欢聚相识。会有好感的男女会互赠当令的芍药花。这款假起来天命，那款山贼也是假。天命那个是误会，对。那个是因为说有就是吸了什么不该吸的才会变成那样，对啊，误会，碰巧，巧合。没有，但那幅情景和乐美好。那你得来参加春浴才行啊。哎呦，一个约哦。哎，这是错字吧？真的吗？当然。Thank you.
姑娘，没事吧？你都站不稳了。夫人，应该是月氏来了吧？为什么这些强盗还在啊？哎呀，我家那口子月氏来时就是这样啊！啊，强盗已有老婆啊，刚刚还跟他的老大告白，这个强盗就不能有妻子吗？强盗也是人啊！你刚刚还跟你老大告白，哇！你这一个出轨啊！他们现在是随从。小弟比我幸运多了，都没人愿意嫁给我。姑娘，你还能走路吗？强盗多元成家，彩虹卡帕。彩虹卡帕。这附近没有适合休息的地方，可能还要再走段路才有猎人遗留下来的小屋啊。看周遭地形，确实如此。姑娘，你愿意让我背吗？哎呦，哎，大人，我来就好了。你在来什么？你去找强盗乙哦。滚！为什么不行？一点也不会。姑娘，如果你不愿让我背，今晚可能无法顺利找到适合住宿的地方。等等，我记得在别人那里好像有出现大哥有妻子的剧情。咦，有吗？这个我就不记得了。所以别害羞。哦，不用害羞，那你就直接上去了，直接上吧。小秘书，该是进宫的时候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蒙青那边是哦，蒙青那边我只注意滴滴，没有再注意那两位。我就注意滴滴一直很主动。谢谢啊。那就一直跟着我吧。他真的是心口不一耶。是的。哎呦，给我一点时间吧。哎呦，他现在在跟自己的内心天人交战中。没有，猜他的心比上一位好多了。这位还蛮明显的。不必替他们担心，你好些了吗？我有办法。应该是这个。白柳树皮，用它冲泡的茶可以止疼。你等一会儿。因为里头装的都是最珍稀的药材。白柳产地在沃野，位于大荒之中，
王母之山边，此物中原地区相当罕见，这是宫中收藏，王上赐给我的。是的，没事。真的嘴硬又细心。好喝吗？你真的很老实，很好。好好休息吧，姑娘。我去登边阅读些典籍。身子。完蛋了，小秘书现在的敌人还多了一个身子。不要离开我，要主动一点，小秘书该是出击的时候了。不要离开我。为什么？你什么？小秘书，因为这女孩子太大熟了，所以总裁宁愿去看书。为什么？不会吧，小秘书还不错啊，小秘书还不错，只选第二个，不要害我。男女之间还是保持适当距离好。啊，姑娘，你这么要求的原因是我想象的那样吗？哎呦哎呦，换换韩公子出招咯。淡了，被猜到了。我走了。被猜到了。错失美好的一晚。早啊，姑娘。早上好，可爱的姑娘。大哥，你想死啊？姑娘，早饭还要一会儿，一起去旁边散个步吧。身子好些了吗？那就好，姑娘，过来这里，我想让你看看这风景。等等。是的。确实令人激动，齐国近800年的首都就在我们脚下。周武王封太公望于此，至今已近800年。我们的旅程
便将在此结束。不错的主意，当然是啊，慎道曾在稷下学宫讲学，后来才到韩国，他的思想在稷下仍有深远影响。至于齐国本土，齐的法术之学发展虽不如秦晋之地，但像管仲也为齐国法家奠定了基础。就是齐桓公之臣管仲，管仲改革制度，建立起一套商业理论，临淄现在以工商著名，跟他有很大的关系。虽然我不赞成这个方向，我始终认为农兵才是一国发展的根本，于内人民吃得饱，于外能抵御外物，这两件事才是国家壮大的基础。叫总裁付钱，知彼知己，才能了解彼此的不足，进而引以为戒，改进自身。进城似乎要检查，所以许多人被挡在外面，应该是城中有事发生。不一定打听得到，有可能只是朝廷指示，人民不一定清楚为何如此。姑娘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就是这两个人。他们就是在博山抢劫行人的强盗吗？谢谢大人帮忙。哇，不客气。哇，大人，看在我们侍从当的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拜托饶我们一命啊。他不会饶的，他不会饶的。有无数行人报案说被他们洗劫，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算了。不过既然姑娘这么为他们说话，我会当作证词一并回报的。感谢姑娘为我们说话。姑娘，谢谢你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离开前我有句话想告诉姑娘。哎呦， 我喜欢你。这是个，你完蛋了，你真的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大哥，你终于说出来了。完蛋了，加重刑罚。啊，被巴卡了，马上被巴卡，你是好人。怎么了，姑娘？为什么我会生气？姑娘啊，你也把我想得太易怒了吧。齐国法律如何定便依法行事，做出证词是你的自由，有何好谢？不过我原先以为你是要问我会不会为另一件事生气。今天这游戏让我笑到快断气了。哎，要记得喘气啊，要记得喘气。他对你的告白，完蛋了，我闻到一丝丝的醋味，有醋味。不，因为你确实讨人喜欢。哇，这个，哇，你用这句话来包装自己的醋味，哇。高招高招。
给甜头来包装自己的醋味。老板娘推荐的旅店大概在这个方向，行李不少，先去旅店报到吧。等东西放好，你想去哪儿逛逛都行。就是这里。欢迎光临。我们是从青石观旅店那边来的。啊，就是你们，一路上辛苦了，晚点啊就帮你们把房间准备好。嗯哼，静儿自然是可靠的。你叫对吧？静，青石观旅店老板娘前几天已赶第一批通关信件通知我你们会来，让我好好照顾你们。不过目前没有干净空房，整理还要一阵子。你们可以把行囊放在这里给我保管，先外出吃喝逛逛。豆腐、面饼、素粥都蛮有名的，城中市集的店摊都不错。不好意思，小弟就只有这些食物。哦，如果你要购物，庄街与月里之间的市集可是闻名遐迩，要说全天下最好买的市集就在我们临淄啊，也不为过。那里也可以用餐，美食购物两相宜。哦，不过要小心，很多人在那儿卖假货就是了。此外啊，既然来到临淄，就不能不提我们开国始祖太公望。太公望辅佐武王克殷有功，文韬武略兼备，后分封于齐，发展鱼盐工商，奠定我齐800年基业。太公望过世后葬于周，我国为纪念他，特别于城南建了座姜太公衣冠冢，乃游人必朝圣之地。有位女子常年驻扎在那儿为人算卦，说是我们旅店住客。可啊，宫城之北还有燕平中牧，燕子为我齐名臣，虽身材短小，其貌不扬，却聪明善变，谦恭节俭，辅政灵庄景三公数十年。燕子对内理政建筑，对外屡屡为我国出使外地，表现优异，令外国对我齐人才不敢小觑，宣扬其威。哎，等等，我先喝一口水。燕平众目，确实该去看看。城东则有滋水，滋水广阔洪深，流淌经我国无数山村原野，为人民提供饮用水，灌溉作物，蕴藏鱼虾。临淄以滋水为名，可说没有滋水就没有临淄。我齐立国基础就在滋水，又怎能不去一睹方言呢？好了，我讲的太多了，还是让你们自个儿去体会吧。那么你们要先去哪儿玩啊？燕平众目。姑娘，你对燕子熟悉吗？心机？姑娘是这么看燕子的吗？燕子确实相当优秀，臣子的地位永远不该凌驾于君主之上，领导者只能有一个，往下层层分工，治理国家才会有制度，不会乱。或许是因为燕子某种程度来说是现今齐国王室的敌人，因为燕子只知杀三士，却没杀掉最该杀的人田喜子。齐国大夫是齐景公，与燕子同时，田喜子向人民收税时用小斗量粮食，借人民粮食时却用大斗来量，他拿国家资源以自己名义施惠，
得到人民的爱戴。从田喜子开始，人心皆倒向田氏宗族，而不再忠于姜姓王家。果然，过不到百年，田喜子的子孙田和便自立为王，灭了姜齐。齐国还在，但如今的齐王已是田氏，而非姜太公子孙。原本可以避免，晏子早就知道田氏将篡齐国，也劝谏过齐景公，然而景公不听啊。齐军不一定多喜欢田氏，但田家十世皆居齐国高官，势力根深蒂固，难以拔除。齐景公不懂善用身为国君的威势，无论臣子多有力，君臣之间就是有道天生无法跨越的鸿沟。若齐景公当初听晏子劝谏，一同计划去除田氏，自身的祭祀也不至于断绝。听你们一席话，令人不禁感怀历史更迭。不过现今齐国虽已没有晏子，楚国却还有不世出的相才。大人，可是咱们楚国没有相国一说。相才只是常用语，要说令尹之才也行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没错啊，大人就是不世出的相才呀。小声点，不要把我的野心透露出去。哎，哪是什么野心呢？大人离令尹就差一步了。请问你是？楚国公子左徒黄歇。哎呀，大人，您怎么对不认识的人随便透露您尊贵的身份？别紧张，我看此人气宇轩昂，仪表不凡，应该也是列国王室中人。我们就省去那些繁文缛节，直接交流，岂不省时省力？韩国公子韩宁，闻黄公子名已久。韩公子子佩，我亦闻名已久。黄公子听说过我？当然，韩国诸公子中最贤者，不就是你吗？可惜身为旁系宗室，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，最多只能位极人臣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如果韩王太英明，就要轮到我烦恼了。哇，一个霸气宣言，我乘风而来，随风而去。韩公子不必如此不悦，我方才所言其实是表达对您的崇敬。我何德何能能让黄公子崇敬？放轻松，两国公子相识于晏子墓前，也是一段佳话。我有美酒几壶，若二位不介意，不如一同于织锦上席地而坐，畅饮佳酿，并畅谈天下大事。我的荣幸。姑娘，请问芳名？玉柳。姑娘请。各家，只是再普通也不过的七羽伤，我有上百只，姑娘喜欢的话尽可拿去。黄公子来齐国有何贵干？听闻荀子在稷下学宫做祭酒，我久闻大名，便请吴王放我假来考察考察他。姑娘只把他挖来楚国任职？若能如此自然最好。为何会被追杀？才是有选择主人的自由，若荀子如此轻易便被我请去，该检讨的是齐王。韩公子呢？听说近日韩王有恙，此时远游没问题吗？宫中不少人照料王上，太子亦随时在侧，一切安好，黄公子不必担心。韩太子啊，
听说贵国太子颇有一番雄心壮志，希望复兴韩国，攻伐他国。复兴韩国，这是自然。攻伐他国，我并未听说。也对，想当然尔。今日相聚，至为难得，我就不客套了。与韩公子坦诚交流，贵国太子空有心思，却无能力，好高骛远，恐怕将加速韩国灭亡。韩国一灭，便启动秦统一天下之势，这是楚国不愿意见到的。请韩公子务必记得今日此言，辅佐好未来韩王，别做出令有国痛、敌国快之事。黄公子之言，我铭记于心。谢谢你。好了，谈点愉快的事吧。韩公子，你从哪得到这么美丽的姑娘？黄公子，这位姑娘是我的旅伴，我们并非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No！ 我竟也有看错的时候，失礼失礼，请原谅我，姑娘。姑娘孤身一人出外旅行，确实比较少见，真是勇敢。姑娘真是可爱，不晓得你有没有意愿也来楚国旅行一下？楚国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，比起这北方的风沙，南方的流水更适合姑娘你，岂不是吗？姑娘若不嫌弃寒舍笔漏，虽然我的居所跟笔漏毫无干系，要不要来楚国我家做客？我才不要呢。没问题。哎，主人，刚刚探子来报，有件事得赶紧跟您报告。我才不要去呢。我们该走了。无法宾主尽欢，真是失礼。期待日后与韩公子再见。会有机会再见的。黄歇家的奢华，天下知名。觉得遗憾吗，姑娘？他在爽。姑娘想去哪里？那就去吧。看来时光荏苒，众人已遗忘太公王的功绩。总裁一高兴，通通都可以。姑娘，你信鬼神吗？穿越这件事确实匪夷所思，你拜吧，我在原地表达敬思就好。喜欢上他了。晚安，要睡觉，晚安。姑娘，你祈求许久，问了些什么呢？这样。铁口直断，不准退钱。有人想试卦吗？不用，我对卜筮没有兴趣。去吧。
你们是林之纯拿旅店老板介绍来的对吧？如果连这都不知道，我还能在这混吗？刚好我今天心情好，就算你们免费吧。来，想问什么？我会有桃花吗？好哦，这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第一名。不过我用最传统的湿草试卦，一次要很久，大约半个时辰哦。试卦算法是这样的，我拿50根湿草，抽掉一根，将49根任意分成两组，再从其中一组取出一根，两组共48根，两组再各4根4根的取出，直到两组各剩下1到4根，把这些余数去掉，总数将是44或40根，然后再任意分成两组。好啦，不浪费时间了，我这就帮你算吧。出来了，姑娘，醒来了。葵卦之闲卦，变卦不变之爻为94爻。总之呢，让我们用闲卦94爻的爻辞来解吧。闲就是感的意思，问感情出这卦是最灵验的哦。94，贞吉悔无，匆匆往来，横从耳嗣。只要你心定，以后将不会后悔。但如果你犹豫不决，对方也不会安心。你应该有对象，但还不确定自己心意。这爻告诉你，请坚定地相信彼此，这样就会有好结果哦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准吗？不管啦，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算一次太累了，那么我要去休息咯。再见。看起来是。世上没有鬼神。他有没有可能跟你一样，是穿越者？来不及了，别难过，姑娘，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遇见。是哦，不够高。姑娘饿了吧？去市集用餐吧。不愧是林子，好，两碗素粥。好，马上来。姑娘没喝过素粥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来啦。趁热喝吧。你真可爱，容易满足，所以可爱。姑娘，你想吃多少？先咬。嗯，好吃吗，小两口？要不要再来点怀角茶？是我们林子的特产哦。怀角就是槐树的果实，能清热去火，消食利气，多喝百病不生。那就来2碗吧，钱不是问题。很便宜的，别担心。哦，好，真是霸气，钱不是问题。姑娘没看过野铁。哎，200碗。他在铸造农具。姑娘，要不要买匹顽布？这雪白质感配上你的肌肤，真是太相称了。啊，姑娘没见过顽布，来来来，摸摸看。就是啊，顽布一摸起来最舒服了，雪白轻柔，
姑娘穿上身，就像孤叶山上的仙子。怎么会？最美的丝绸就是要配最美的姑娘。白色，确实适合你啊，清新脱俗，枣红也不错，衬托肤白，浅黄，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。怎么这么会说话？帮你挑布，做衣服。哇塞！哎，姑娘，一点儿都不突然。临淄拥有最好的奇玩，也有来自各国的织品。你不在这儿做衣服，还要去哪儿做？哇，老板一个推销。你总是穿同一套衣服，确实该换了。姑娘啊，好好把握这位大人呐、这么疼女人的男人实在不多见了。还是白色好。大人慧眼，说到咱们齐国，果然还是玩布最有名。确实，在我的国家也不多见。毕竟齐国是产地嘛。你穿的舒适喜欢比较重要。你喜欢这料子吗？那就这个吧。大人品味绝佳，我也觉得这块布最适合姑娘。那么，要交给我合作的裁缝吗？为您赶工，不多几日便好。找最好的裁缝，款式用现今齐国最流行。没问题。姑娘大人，要不要买点酒？这可是今年出生的高级货，保你们今晚上开心得不得了。姑娘，你不知道吗？酒能益阳啊。嘿嘿嘿，我可是为你们今晚的幸福着想。我们走。脸超臭。你们真巧啊。继续签。确实很巧。真倒霉。庄子巨呢？你们怎么没有同行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同行？那是什么？虽然我跟子巨时常同行，但预设我们永远同行是明辨错误。喂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是指，你不是要去稷下学宫找回去的方法吗？哦，惠仲祥，你去过稷下学宫了吗？去过了。那边如何？你们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喂，你这画也卖得太贵了吧。这种东西不就是顺手涂涂就好了吗？还卖这么贵，是想坑人啊。你谁呀？是吗？你们该不会是一伙的，想联合起来骗我吧？你再见。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弱女子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莫名其妙，烂花一幅，谁要啊？你们喜欢就给你们买去。如果他砸摊子，我不会让他简单了事。市集这种挑毛病杀价的人本来就很多。
第十三个人是谁？这幅画画得真好。略懂，画面里虽然高达十三人，但各有表情姿态，无一重复，动感凝结于此刻，可见画师技巧超群。中央的孔子安详雍容，与两旁沉浸于论辩的弟子形成对比，此象征孔子后学分出多种学派，彼此象征，众说纷纭。最后的羊排餐，什么东西？被博士，博士，试试看。姑娘，要不要把你的眼镜拿出来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他们，我们见到的异人不止这一位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异人相吸的原理，所以一堆奇怪的人出现在你身边。这是什么歪理、啊、我要走了。吃羊肉火吃这么好。寻找失踪的子句，是他走丢了。那么我们就不打扰你寻人了。我来临淄有正事，可不像你这么闲。不了，我若打扰你们太久，恐怕子佩兄会生气。你快回到未来了吧，你们两个把握时间聚聚，我真的不想打扰。你的美意我心领了。这两个人真的很不合，看我心情。再会。再会。晚了，该回去了。跟你一起当然开心。哇。